着孩子开出租，亏你想得出来，哪有妈这么干的？妈妈，救生圈来了。好，好的，宝贝，妈妈跟你说，你到车里去，冷了。哪里人多就去哪里，好不好？我看见火车站好多好多人。出发，出发。坐不下四个人啊，因为我带着我的女儿呢，所以只能坐三个人。带着孩子开出租车啊？带着孩子开出租，亏你想得出来，哪有妈这么干的？你们俩两张脸怎么过呀？我开车带着孩子，还有什么不能过的？想走是吗？行，走人就别回来，就不回，不是所有女人都要过一样的日子的。你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世界，宝宝。妈妈，那有个乘客。啊。这是谁家小朋友？爸爸。多多，不能乱叫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她是我的女儿。啊。想到啦。你要去哪啊？啊，去解放碑。解放碑啊。女儿，再见喽。你想做什么样的菜？饺子呗，我想做恐龙饺子、仙女饺子、巧克力馅的饺子，我要做那么那么那么多的饺子。好。妈妈，哎，你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？妈妈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。可是现在很久都没有吃了。妈也没什么可求的，只要你能够找上个好人家，比妈过得好，我就知足了。听到没？妈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以后才不需要靠别人呢。你懂个啥呀？你说多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快收拾吃饭。好的，宝宝给妈妈做。妈妈，今天好像要下雨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工作，今天过年我们就早点回来吃饺子，好吗？好的。
回去吧。可是还在下大大的雨呀。您要去哪儿啊？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找人。我包了饺子，每年去找他们。我找我的家人。知道。妈，我饿了。吃饺子。外婆，外婆，饺子是什么馅的？韭菜、鸡蛋馅。